选哲瀚，为什么？太快，然后一直有话语，唱，因为他不给面子，那个麦克。哎，别动，别说，看看中间，不是，哎，踩老虎去了。你竟然会的一套一套的，这是想蒙混过关。一定要听，好笑。第二次是因为我答应了头几天的那个地方，还有张震汉说了，我说我给你带四川的特产来吃，好不好？